个电脑，我不需要，谢谢。好，弟兄姐妹们好，在这边我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尼希米记啊，这个刚来你们这儿，上一次我都不知道。后来，然后上一讲什么了？你们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什么了吗？所以你们也忘了，我也忘了，是吧？所以那我查了，就讲到这儿了。好，今天我们讲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和第六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几章是放在一起讲到尼希米怎么样重新建造城墙。重新建造城墙，那我们就读几段经文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有圣经，或者是翻开手机，不是翻开圣经啊，这个20年前我们在教会里说，请大家翻开圣经啊，现在是翻开手机啊。那我们读一下经文，用语音的方式来读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先读第四章1到5节，我来先读第四章。第一节，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，大大恼恨，耻笑犹太人。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，他们所修造的城石墙，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。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，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们面前涂抹，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第五章1到10节。第五章1到10节，第五章第一节，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哭嚎，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。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。现在我们要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不必，我们的女儿已有为鄙的，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我心里筹划，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，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。于是我召集大会攻击他们。我又说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？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。好，我们读到这边，我们看第六章。最后我们看第六章有2节的圣经，就是15节和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共2节。15节，以6月25日，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我们一切仇敌、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，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今天我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叫做重新建造。建造是一个伟大的工程。其实呢，在这个历史上有很多建造的伟大的工程，
后人不断的传颂。这个欧洲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用他们的词儿说哈，叫做世界七大奇观，知道这个吧？世界七大奇观不包括中国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知道的世界就是地中海世界，地中海沿岸叫世界，所以他们的世界就是世界七大奇观都在地中海沿岸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个词儿改一改，改呢改成什么呢？叫地中海沿岸七大奇观。哎，因为它只是包括地中海，好，那个遥远的东方他们不算人，还不认识，不知道，所以不算。啊，这个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，他们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他们以前用一个词叫做已知的世界，那已知就是地中海沿岸啊，他们就觉得他们是世界的中心。当然了，我们中国人也挺骄傲的，我们叫中国，为什么叫中国？世界围着我们转，所以个人有个人的骄傲，不要紧。不管怎么样，世界上遗留了很多的伟大的工程，那伟大的工程传颂至今，有些存留，有些根本只是一个传说，从来没看见过。但是你不觉得吗？历史都是由英雄写成的，同意这个观点吧？哎，那工程呢？大家看到结果，哎呀，你看多么伟大，哎，就看到结果。但是中间的那个过程很少人关注，中间的那个过程多么的辛苦，遇到的困难怎么解决，很少人去关注，大家只是看到了结果。这一段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回归应许之地，重新建了圣殿，安了家。以斯拉记里面讲到重建以色列人的信仰，尼西米回来了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光光有一个圣殿，居民没有保护，所以他有一颗心想要重建本的城墙。这个古代啊，古代呢，战争呢，最主要的一方攻一方守，那攻和守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就建墙，你知道吗？村子有村墙，寨子有寨墙，对不对？城呢就有城墙。这个50年代，这个新政权哈，这个不知道脑子一热，要建设新中国，就把所有的城墙都拆了。所以结果怎么样呢？北京城墙没有了啊，那个还好说一点。后来就是你知道那个时代，因为我是学建筑的哈，我特别了解这段。这个他们就全国一起拆城墙，这个我们那边就真有点这个毛病。好，一说是做一件事哈，全国一块做，所以就这个一下子把城墙全都拆掉了。所以现在全中国很少的几个城市或者县城还保留着以前的城墙。你知道我们那城墙建的多那个多少年吗？很多城墙都是明朝以前建的，遗留到修修补补，一直遗留到今天，哎，一下子都没了。当然了，建设新城市也不需要那些东西，但是你知道城墙是人们在古代一个心理上的保障，敌人来了把城门一关，你看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没城墙那是什么意思？没城墙就等于门连锁都不锁，开着大门准备让土匪强盗敌人进屋抢你家的东西。所以城墙在当时的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尼西米心里有一个感动，他说我们的人民没有保护，所以他心里有一个感动，他要回来。他回来的过程看到神施恩的手一直帮助他，所以他回来就鼓励以色列人说，我们一起来建造城墙。其实今天这段经文前面还有一章我们没念，就是第三章。
第三章没法念，为什么呢？太多了，太长了。这个叫干什么呢？他分配任务。你知道建造城墙就要分配，当时以色列人并不多，好，什么东西没现在的机械，都是靠手搬，石头要靠手搬呢，哎，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这个那个，有谁去过现在的以色列耶路撒冷？哦，有些人去过哈。那个有没有下到那个他们现在挖的那个底下地道，看到那个埋在废墟底下的原来的城墙？看过哈？哇，曾经我看到一块那个石头啊，哇，好长好长啊，好长啊！那个大石头，你知道他们一算，估计一算，18吨，一块石头，哇，这一块石头18吨，怎么从哪儿弄过来的，完了就推到这上面，还放在这上面。哇，这不可思议啊，这么大的石头啊，咱们不一定有那么大的石头，咱说小石头，小石头你搬一搬试试，搬52天你搬一搬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。那怎么办？尼希米非常懂得建造一个东西要分配工作。所以你看回去看第三章，就发现这里面分配工作它非常有次序。它怎么样？分了6个族。为什么分6个族？因为这个城有6个门，一人负责一个门加周围的2边的地方，所以它分了6个族。分了6个族以后，这一段经文第三章的经文里还记载人员的组成非常特别。哎呀，这里边记载人员的组成有祭司。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社会里，祭司地位非常崇高啊，好，地位非常崇高啊，某种程度比今天的牧师的地位还要高。因为为什么？祭司还可以判断人生死的，哎，所以他除了国王几乎就是祭司了，所以那祭司的地位非常高。但是在这个建造里面，不管你地位多高，大家多尊敬你，干活去。所以祭司挽起袖子来就要干活。还有什么人？还有银匠。银匠在当时社会是什么？是什么人？是手艺人啊。手艺人呢，就是靠着那双手在那儿做东西啊，做这个事物啊，在屋子里做东西。哎，银匠也要干活去。哎呀，你知道手艺人他不能干粗活的啊，这个所以不行也要干。不只是这些人，还有什么人？回去看第三章，还有女人。很多家的女儿们挽起袖子来上阵干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关乎他们民族的生存。你知道全世界军队里边女兵最多的好像就是以色列。所以啊，这个女人这个能顶半边天的最厉害，其实不是我们的祖国，那个最厉害的是以色列。你去以色列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大街上很多女兵啊，年轻的女兵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们从那个时候就懂得一件事，自己民族的兴亡是每一个人的。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在1947年、48年以后，他们立国之后打了很多次的中东战争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前仆后继，真的是前仆后继，你知道吗？为了他们国家的生存绝不后退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周围的国家一直打他们都打不了，哎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想那个精神从哪儿来啊？可能从尼希米时候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的生存是靠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。后来尼希米把这些人召集来，重述职责，分配任务，
让他们开始工作。目标非常的清楚，只有一个，就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把所有的东西放下，大家同心合意，分工明确，各尽其职。讲到各尽其职，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。不要忘记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不是这个房子。哎，再过些日子你们要换地方是什么？那地方比这还好是不是？应该是，哇，很期待。下回看到你们是什么样子。哇，这个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是房子，同意吗？哎，某种程度上是。礼拜天去教会，那去教会去哪儿？去教会去那个房子里边。但是实际来说，教会是一群人组成的。如果只有房子没有人，我告诉你没有用的。那个，你们从去什么时候回来聚会的？去年就开始回来了吧？啊，去年还是今年？现在活得有点糊涂了。现在去年就回来了。反正我的感觉，我最早好像就是那一段时间，我也跑过来，跟你们讲过道是吧？啊，结果都没什么人的，加起来10个20个的，对不对？差不多吧。所以，当然了，不是光你们这样，大家都这样。但是现在看到哇，弟兄姐妹都回来，哎，感觉到这是教会。哎，网上教会，对不起哈，弟兄姐妹，网上弟兄姐妹，不是在批评哈。网上教会，你知道我们牧师们一直觉得这不可思议啊。现在圣餐都在网上圣餐了，这你更不可思议。这全世界，就是说历史上2000年历史从来没发生过事啊，自己还网上可以直接的，但是现在全都发生了。但是问题是，教会是由人组成的，人必须要参与。新约圣经也讲同样的事，他论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这样说过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主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大家一起聚集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，侍奉同一位神，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聚集在一起。我们今天聚集不是听这个牧师讲讲笑话，大家开心一下就完了，不是，不是来见见老朋友，打打招呼啊，彼此打打招呼，不是。为了共同的一个信仰，我们聚集。保罗又在继续说，他说：“神所赐给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、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。”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在一起服侍，是各尽其职。所以刚才我一进来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哇，有一个姐妹从远处拿着一盆花进来了。所以你们有一个插花小组，是不是？那小组的人别不干别的，就天天插花，是吧？你们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。所以有些教会就是说不用插了，买点假的就行。那假的反正今天就多买几盆吧，那每个礼拜换一换就行。你远处也看不见。但是有些教会说不行，因为你插的时候你是用心在插。每一个礼拜你用心插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心就蒙神悦纳。那我进来的时候就发现，哎，还有人站在门口发单张，欢迎大家。
他的职责就做那个事。有诗班的弟兄姐妹，好，那他们在这里是用他们的歌声带领大家敬拜，每个人都在这里服侍，各尽其职。我们有的时候来到教会往那儿一坐，感觉挺好啊。但是你说你做了什么呢？当然我还是鼓励你应该参与点事。但是你说哎呀我什么都做不了啊，年纪太大了啊。跟你说坐在那里就是参与服事。唱诗不要以为那是诗班的事儿。你知道你跟着一起唱，你就是诗班的一员。唱给谁听？唱给神听。我们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建立这教会。教会得建立，神的名就在这个地区得荣耀。看到你们教会还有新的人要受洗，为你们感恩。这是神给你们的恩典，这是你们传福音的努力所应该得到的。放眼一望，你们的教会现在应该是比较健全的教会。听懂了我说的意思了吗？一脸茫然，没听懂。因为我经常去一些弯曲的教会去讲道，你知道吗？我放眼一望，有些教会不健全，不健康。为什么？因为只剩老人了。很多教会，很多华人教会只剩老人。但是我放眼一望，你们教会还不错，不错。为什么？啊，年龄层次还有层次感。我们会心一笑就好了哈，不要多讲。哎，这是你们的努力，这是神给你们的恩典。我们要为这个教会去思考。当我们这样思考，神的教会就被建立。就像当年的尼西米建以色列城墙，众人一起建造。建造的过程之中不是那么容易的。第四章、第六章里面都记载，建造的过程遭遇反对的声音非常的巨大。刚才一开始我就讲了，很多工程我们只看到结果，伟大伟大，中间的那个困难从来没有考虑过。哎呀，很多的时候都有困难。但是困难有些是从内部的，有些是外部的。但是这一段里边所讲到的这些反对的声音全部从外边来的。为什么？以色列民族非常的弱小，他们建造城墙，他们就耻笑他们说，你们建什么呢？是准备造反吗？建那个石墙，狐狸上去踹一脚都会塌的。哎呀，狐狸啊，那么这个多这么大啊，连上尾巴就算完了，最后都踹上去就把他给踢塌了。那么嘲笑他们呢，你们干什么呢？所以你知道吗，你要建点东西一天到晚被人嘲笑，你还干得下去吗？不可能干得下去。尼西米的反应，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他。后来外族准备攻击的时候，尼西米的反应是求神帮助，拿刀拿枪回去继续工作，不要怕。再次的反对。第六章目的只有一个，他们要使我们惧怕。圣经这一段经文的记载，五次来见尼西米，买通先知，还写信控告。
断的让他们停工，因为他们建起城墙，他们就开始强大，他们就开始不惧怕周围人对他们的欺压。很多工程都是在反对声中建成的。这个久远的事儿我们就不管了哈，我们就说说现代的工程。你知道这个现代的工程，很多人都啊，最近有没有刚出去旅行回来的？你们都那么乖啊，都没去旅行啊？我相信了，很多人都出去旅行了。你知道旅行回来了以后啊，发生很多事，很多人都是在旅行的过程中得 COVID， 完了旅行回来了得 COVID。反正还好，都没什么太大的毛病，反正就是管烂的得了。啊，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也回来了，回来了以后他说了，他去了什么欧洲啊、埃及啊，他说最后走到任何的地方，那人哪都是人贴前心贴后背，那人那么多，为什么？大家一个因为被关在家里边两三年啊，痛苦的不得了，那心灵的痛苦，所以呢，现在报复性的来去旅游，散散心。哎，很多人都去这个巴黎啊，我想到很多人都去过啊，巴黎。那去巴黎看什么？啊，看那个铁塔，对吧？那看那个铁塔完了以后呢，还要站在这儿，还要什么手比划比划，完了照一张相。啊呀，回来你看我去到那儿。你知道那个铁塔建造的时候，反对的声音多么巨大？巴黎是一个比较古色古香的一个城市，二战也没被炸啊，因为他们投降了，所以呢就没被打烂，所以呢很多都是古色古香的东西，房子也不太高，完了中间盖了一个那么黑不溜秋的那么一个塔，还那么挺高的，你想一想好看吗？不要说你现在说不好看，在当时来说建的过程之中别人骂的个半死，完了结果怎么样？还是建成了，建成了以后，啊，大家就忘了那个骂的过程。完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今天所有的人都站在那儿，不管或近或远，都要站在上面。完了，还要怎么样？还坐上面去一样。哎呀，坐上面去，站在那铁塔上啊，四处看一看，啊，哎，那种感觉。那巴黎还有一个建筑，你知道是什么建筑吗？啊，我们去的时候一定要去的，那个是跟我们这个华人有点关系的，啊，华人建筑师贝聿铭。他在那个罗浮宫的那个建了一个地下的展厅，因为太你知道这个法国人和英国人呢抢东西抢太多了，抢太多了以后呢展厅不够大，所以展不下那么多东西，上边又不能再建了，怎么办呢？建地下，所以就这个，所以建地下的时候呢，哎，弄了一个金字塔的那个玻璃的金字塔的屋顶，结果被人骂得有个半死。但是骂完半死以后，到今天所有的人都，尤其在傍晚哈，傍晚的时候站在那个上面，背景是那个亮亮的那种感觉，照一张相。做什么东西都有反对的声音。你们退休会是跟哪个教会合办？Mountain View 的哈，那个明年肯定了吧？哇，你们还都不知道啊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提前告诉你们一下，明年的场地也定了，但场地有一个不好处，就是特别小，所以呢，这个你们得抢先定位子，因为你们住得远，所以那个场地呢离我们那边很近。就是离圣何塞很近，就是 Los Gatos 好像是，啊，就在那边，所以离那边很近，所以呢，所有 local 的会友全部都老老实回家睡觉，啊，基本上都是给你们住的，因为你们不可能回来睡觉，啊，所以到时候提前报名，山景城教会，山景城教会呢？告诉你们这些小故事哈，行不行？但是你们别跟他们讲哈，
山景城教会是南湾第一间华人教会，到今天60年，将近60年。60年的过程之中，很多南湾超过40年、50年的教会，全都是从那个教会分出去的，包括这个基督徒会堂，好，包括这个主恩教会，包括还有这个中华归主这些教会，全部都是从那儿分出去。但是这个教会有个毛病，永远不大，安于现状，租美国人的教会，一租了好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自己的堂。完了，结果呢？所有分出去的教会都壮大了，都买了自己堂。完了，有一个老牧师被他们聘请到那个教会，要不要我讲是谁？哦，郑国牧师，你们都知道啊，对，你们在座的有人知道。郑国老牧师去了以后，他说：“你们教会多少年了？”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差不多都已经30多年了。他说30多年了，怎么还没有自己的堂？他说我们就这点人，哪有机会买堂？啊，没有信心呢。老牧师说不，我们要建立教会，买堂，这不可能永远租着的美国人教会。你知道这话一出来啊，别人就闹翻了天。当时为这事儿还有一些人离开。说你们自己买，我们走。老牧师用信心说不，我们要买，最后买下来了。当时1990几年的时候买下那个堂，当时200万。哎，90几年200万很多钱了。当时那个你们这边的 house 才多少钱、啊？90几年，10万块，30啊？30都没有那么多吧？也就20多万，90几年就20多万，所以一般的便宜的很，他那个就一下200万，当时很多人说不可能，但是后来。4年之内，他们把一切的费用还清，只用了4年。今天，年轻的一代进来，在这么好的教会里面服侍，很多人看到这个教会，都说：“哇，你们教会很大。”但是很少人去问当时的困难多么的困难。你们也买了新堂，那买了新堂中间有多大的困难？我想一定很多。凭着信心，尼希米往前走，终于建成。凭着信心，很多牧者带领教会把堂建立起来，让他们有自己的教会，一个永远的家，能够自己在这里发展。这些问题还是外部问题，你知道尼希米面对的不只是外部的，还有内部的问题需要解决。内部面对的问题是什么？刚才我们念第5章里边提到，放债取息，圣经里明文的规定不允许向自己的弟兄放债取息。你借他钱可以，他还钱还你的原数，不能取息。并且有些人欠人家钱，没有办法把祖上传下来的田产卖掉。圣经里明确，摩西的律法书里明确规定，
田产卖了以后，过几年就要还给他。还有的，把自己的儿女卖成奴婢。圣经里明确的规定，以色列人互相之间不可以卖身为奴，因为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，不可以奴役自己的弟兄。所以结果，圣经里规定的所有的东西他们都犯了。那很多的人就在那儿建造，你知道建造是什么？建造城墙的时候要自带粮饷的。那这些人就跟尼希米说了，我们连吃饭都痛苦，都没有办法解决，你还让我去建造，那建造就要吃的多一点，那吃的多一点我们没有，连饭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办？并且刚才我们没读的那一段里边讲了很多有钱人不想干活，找别人来干活，自己不做。哎呦，尼希米你看面对的千头万绪，最后他没有办法，他就斥责贵胄和官长，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，敬畏我们的神吗？我们在教会服侍是一颗敬畏的心来服侍，不是展现自己的才能，不是展现说我多厉害，我的歌喉多么美妙，而是说我们怀着颗敬畏的心来服侍我们的神。最后他们回答，他们受感动，众人说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。有感动好事，但是要有办法去实现，更要说服大家一起来同工。这是一个领袖非常重要所应该具备的品德。一个好的领袖需要有组织能力，需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需要有面对困难的能力。我们在湾区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了，湾区最近现在是挺麻烦的啊，这个所有的大公司都在裁员，那第一裁员的是谁带头？那个叫什么？啊 ，Twitter， Twitter 那个领袖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他是一个好的领袖，为什么呢？大家呢有钱的人都投资给他，为什么呢？他是什么公司到他手里都差不多能活过来，所以呢，大家眼睛都看着他。他在这儿，他上台第一件事就裁员，这么一裁员，结果大家跟着都裁员。哎呦，压力大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请问，在教会做一个领袖容易呢，还是在公司里做一个 CEO 容易呢？你们说哪一个容易？啊？都不容易啊。都说都不容易的一定都没做过，因为既没做过教会领袖也没做过 CEO。 有经验的都说哪一个容易，应该为什么公司容易？对了，不高兴裁掉他，看谁不顺眼把他裁掉，不许裁，想尽办法裁，不叫 fire， 现在叫什么？叫 lay off。 你看这词儿，没犯法，你也不用告我，我是 lay off， 还找个理由完了把他给裁了。但是教会你能吗？我看你不顺眼我把你裁掉，裁哪儿去？我有权利吗？我也没权利。哎，你不要忘记啊，大家都是自愿来到教会一起服侍，还不容易的，非常难的。每个人来都带着脾气来的，大家一起合作容易吗？
你没当领袖，你就不知道那个难度啊。我是当牧师的，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牧师，我可理解，非常理解。一个领袖需要有面对困难的能力，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。一个真正属灵的领袖，在这些问这些能力外边还要加一个能力，你是什么能力吗？他强的人不得了，我们数一数，拿破仑征服整个欧洲，亚历山大，欧亚陆、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，只靠着一人的力量。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领袖。看没看过《亚历山大传》？啊，有机会应该看一看。你看到《亚历山大传》的时候，那亚历山大不是脑子有点什么毛病？这是我乱说的哈。为什么有点毛病呢？他也不知道受什么影响，一路往东打，非得要往东打。打完了这个波斯帝国，完了以后呢，还要继续往东打，要打印度，你知道吗？人说你别去了，那跑得老远了，以前都靠走路，走那么远了，就不要再走了。我们这点人，希腊才多点人呢。那希腊那个人马其顿帝国，那人少得很，那人少会统治这么大的帝国，怎么统治啊？你还要继续往上打？他说不，我还要继续。你知道，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为什么说非得要往前走，这是我猜的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，亚里士多德非常有学问，可能他在教导的时候。年轻的时候给他灌输思想的时候，可能讲了一个事情，就说遥远的东方，你们会心一笑就行了哈。遥远的东方可能有一个什么地方遍地都是黄金的啊，就是给他的脑袋有印象。他说我没事，战无不胜，结果往东打，哎，没想到地中海沿岸气候干燥，他们都没有问题。一往东打，到了印度。就发现那个地方开始潮湿闷热不得了，结果怎么办？他的军队好像是马其顿方阵，这个很厉害的，结果碰到大象阵。那个印度人是骑着大象来的，虽然印度这个大象很慢，但是印度大象这个皮糙肉厚，什么都不怕。完了，结果呢，那个这个谁，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骑兵部队一看见大象，那马都不往前跑，因为没见过，那马都往后跑，所以这仗没法打。不但如此，因为太潮湿闷热，结果这个亚历山大生病了，应该是得疟疾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只能败兵回阵。你知道他准备要打东方的时候，所有的士兵都不打，最后他站在几千个士兵面前做了一番演讲。年轻的亚历山大那时候才30多岁，做了一番演讲以后，结果怎么样？所有的人情绪调动起来，跟着你干，就去打了，当然失败而回。哇，我说这亚历山大真厉害，我们今天谁要是这个领袖有这样的这个魅力的话，那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这些领袖为什么最后没有成功？因为他们只靠自己的力量，没有依靠神的能力。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，我们做的不是老板的工作，不是我们的事业，我们做的是神的工作。我们只有依靠神，我们方能成事。我们用一颗信心来跟随我们的神，我们用一颗信心来服侍我们的神。
我们用信心来见证荣耀我们这位伟大的救主和独一的真神，让神的名得荣耀，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为他做见证，传福音。真的有希望哪一天看到你们在新堂的地方能够见证荣耀神，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也保守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，也带领这个教会。真的，愿我们有一颗服侍你的心，让我们彼此搭配，同心合意，各尽其职，一起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。主啊，求你祝福这个教会，让他们得救的人数日益加增，让他们看到他们服侍的果效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